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丽新台湾。清庆瑞研技放站在林瑞清博士的带领下，从2010年至今，已经有无数的志工学会了如何技放调查鸟类族群的数量、生产力及死亡率。一块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9月秋天的清晨5点左右，天刚刚微亮，清庆瑞研鸟类技放站开始今年度最后一次的技放工作。和前一天事先架好的雾网，还要经过检查松紧度后，才做每一张网开网的动作。我们所在这个瑞研技放站，海拔大概在2000到2200公尺之间。好，那从台湾的整个这种森林的气候分带来看，它算是雾林带，经常就是会起雾，湿度会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边是瑞研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那它是保存算是相当良好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森林，所以算也因为它也算交通方便了。瑞研林道是为了水源而辟建的道路，所以这里的鸟种特别丰富，适合赏鸟或是鸟类生态观察研究，是一个方便到达、容易行走的地方。中高海拔西放站，我们大概是在。MAP 西放站操作开始，我们先把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再陆续开始进行中高海拔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大概进行了9年左右。那我们初期是先测试1年进行14次，大概就是2个礼拜一次，不过后来我们从实际运作状况里面做一些调整之后，我们现在主要的西放站大概就进行7次。不过中高海拔的技放工作通常会设定每年8次的技放调查，主要是技放工作比低海拔还要晚1个月左右，以及容易碰到气候不稳定，必须多做一次的预定计划。当然多少会有影响啦，有时候一年虽然排个7、8次，也要真的要看看运气，也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好，那也特别是因为我们很多志工参与，我们也都会必须要在例假日的时候。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情形。那如果天气不好，那我们也只好择期再来了，对，所以这个是必然的风险。为了做台湾鸟类的生产力与存活率监测，特生中心的林瑞新博士发起 MESS Taiwan， 是一个透过政府机关而非政府组织的全民共同合作，必须要有生态专业技术的活动。台湾的留鸟这方面，大部分应该有80-90%这样，我不敢说100%，因为有一些鸟可能在某一些特征，你可能望了一眼，它可能你还是没办法去马上判断，那是要加强的。那基本上有留鸟方面是比较重，因为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你能够判断依据就会比较好。透过农委会特生中心招募，有兴趣的志工们上课实习后，展开一连串的技放地实际学习过程，让志工人员更了解技放的目的跟意义。对鸟类的认识会比较深入了，因为平常我们只是看到它的外形形状，但是你做细放的话，比较能够深入一些细部的特征，你像鸟的羽毛颜色，它换羽啦，什么那些年龄的判断，这些在你在观鸟在赏鸟的时候，可能很难去从这方面下手的。但是你细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深入的进入了解它不同的鸟，它不同年龄的鸟，它有不同的羽毛颜色这样。细放工作它的专业程度会比较高一点了，好，包含说一些操作手法，还有一些鸟类的知识方面的话，就要比较清楚。其实以前赏鸟我们很简单，就是认识这种鸟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从颜色或者是说外观去看说好这种鸟是什么鸟。那现在的话，你还要包含说你要去辨识它是几年龄多大，公的母的，好，然后甚至说它大概是孵卵班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些知识的话，其实跟赏鸟就差异很大，而且在书本上面其实你也找不到。鸟类技放是透过各种安全方法捕抓鸟类，第一个动作就是将捕抓到的鸟先戴上脚环，而且脚环上有特定的编号，它就像我们的身份证字号一样。所以未来不管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抓到这只鸟，它可以透过这个编号去追溯到它的历史，
从他身上还可以看到有些正在换的一些景象。哦，那所以他已经接近今年繁殖季后期的换羽的末端了。所以检视完，我们会再量一下他的这个翅膀的长短、尾巴的长短，跟他比如他的嘴巴啦、头啦，还有他的这个我们讲腹子，一般人称之为鸟脚的地方，这个暗示就是他的汗臊，哎呀，大就是他的大小嘛。最后再量一下他的体重，有点像我们的一般人的这个基础健检。同时透过观察鸟类个体的形质，或是再次回收捕获的鸟类，了解鸟类生活奥秘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我们今天抓到的第一只鸟，这个叫做白尾鸲。顾名思义，我们可以从它的尾巴的特色，尾巴两侧白白的，所以叫白尾鸲。这是一只母鸟，母鸟跟公鸟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它公鸟是蓝色的，母鸟是这种褐色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看外形就会知道它的性别。接下来我们就会去看它的头骨，然后我们也会看它的脂肪量，就是它身体，就是它这只鸟胖不胖了，反映它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会看它有没有在繁殖。那有没有在繁殖，现在这只鸟已经没有在繁殖，我们就会看它肚子这个地方，因为肚子我们知道鸟要孵蛋，所以它有没有在繁殖可以从它肚子这里看出一些征兆。三红头，三红头是 K 吗？ K四六七一五，眼睛是红色，五的五次方，四的二次方，三的一次方，二的一次方，一的一次方，然后磨损零哦 ，A38749，四号网，秀眼算是细范里面想乖的家鸡。这种也还算蛮爱喝的，大部分会吸花蜜的鸟，或者吃果实，它这种甜甜，它们都会喜欢。哎，但是如果纯粹吃虫，那一般就不太爱喝。将捕捉到的鸟上了标记之后，就逐一做放飞，而每一次放飞后的鸟都有机会再次回收，就可以从鸟的身上进一步做观察记录，探讨它们的行为、移动模式、存活率以及其他生活细节。今年或者是明年、后年不断的重复抓到它，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这种鸟它可以活多久。那特别是比如说这个区域也白尾鸲它会很数量还不少，蛮多只，它是我们整个在这里最经常抓到的鸟。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很多个体的这样子的记录，去透过数学的方式去估算出来说，这种鸟它平均而言，它们的寿命的状况，或者它每一年每一年存活的情形。那伴随着比如说我们知道这里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跟这些环境因子再做一个交互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就有可能再进一步看到说，是不是有些环境因子影响了这些鸟在这里活得好不好，或者是它小鸟生的多不多。林瑞新博士集结众多专业职工，调查鸟类族群数量、生产力以及死亡率，一旦有了这些数据后，就可以计算出预期的数量变化，也可以判断出个别鸟种的死亡率是不是过高，或是出生率过低等等因素，这些是不是跟生存基地有直接关系。 MAPS 台湾针对每一次所做的调查数据整合后，会更清楚哪一个物种需要提出相对应的保育策略。针对中海拔特有的鸟种，林瑞新博士都会判断它们的性别与年龄，而每次的出勤都是为台湾的牛鸟留下记录。我手上抓到这一只是黄胸守眉了，就以前也就直接通常叫守鸟。那是我们中海拔，大概海拔1000到3000公尺，很常见的这个留鸟。那它也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的鸟。那因为它活动的在森林里面活动的层次是比较低，单位就在比较底层活动。守鸟是在寄放的过程中用雾网很容易捕抓到的鸟种，也是 MAPS 寄放站中海拔很常见的漂亮牛鸟之一。这一只我们依据它的孵卵斑发育的状况来判断，它是一只母鸟，一样是超过一年以上，就是至少是去年出生的这一只成鸟的，对了。守鸟的特性是在晨昏林木底层活动，所以从放飞的守鸟来看，好像小山老鼠跳走跑入草丛，所以也有人叫它老鼠鸟。幼鸟来讲，鸟它有公鸟母鸟，
啊，幼鸟它有分成几不同年龄啊，不同的羽毛颜色，所以要抓得很精准并不容易。这个要时间去累积，去经验去累积的。从鸟类的肤染斑可以判断鸟类的年龄，但从羽毛的颜色特征上也可以判定鸟类的年龄。我们从羽毛的特征可以判断出它的年龄，那知道它是今年才出生的一只一龄鸟，一岁的鸟了。那第二个，因为它的整个身体的一个颜色都是褐色的。如果是有公鸟的话，不管它年龄是一岁还是超过一岁，它都会在身体地方都会是蓝色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特征判断它是一只母鸟。判断白尾鸲的年龄，主要从它的羽毛特征来看，可以看出有两个很明显的不同色调。这只鸟的范围，你会发现它比较偏红褐色，对，然后这边就有点点偏橄榄褐色。所以这个是它今年出生，它离巢的时候，它长出来羽毛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它大概离巢过一两个月之后开始换羽，新长的羽毛。所以它的身上会有两个不同时期的羽毛，所以你看颜色变化很大。比较容易看就是它这个腹羽末端会有一些金斑呢。哦，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很容易判断的那些地方。所以那它的尾巴羽毛也是尾巴一般会比较短，然后会比较窄。形状会不太一样。鸟的羽毛跟我们人的身体一样，不同的地方会有特定名称，是寄放的志工伙伴一定要学习的地方，不然难以做沟通。所以会讲像这个地方大腹羽它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其他地方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才会知道我们现在在讲描述是哪些地方。那如果是今年出生的鸟，我们就会看到它的这个羽毛的边边这里会有一些金色的斑点，那但是这一只没有，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特征，表示它不是今年出生的。说到鸟的繁殖现象，就是要看鸟的重要特征。第一个是看肚子，再来是看鸟的泄殖腔的地方。泄殖腔就是鸟大便的地方，但是同时也是这个小鸟交配的地方。所以在繁殖季的时候，这些特征都会暗示出来说，它是不是现在正在繁殖。那其他我们就会看它羽毛换的状况。那鸟的羽毛，基本上。它是一个需要定期更换的一个配备，它就跟我们衣服是一样，因为它们经常在野外活动，这些羽毛都会因为使用的关系会磨损啊，会越状况会越来越糟，啊，或是会有一些寄生虫什么的，所以它们大概就是每年都需要做一些更新。从鸟类身上各项特征去做专业判断记录，但鸟类的出现都是配合它生长的海拔以及生活的栖地环境。我们这边是中海拔的这种原始森林环境，所以它主要能够捕获的鸟种大概就是以这样生活这样环境的鸟类为主。那特别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雾网，那雾网的高度大概是从就森林的底层到高度大概是2.5米到3米左右这样的高度，所以经常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活动的鸟就会比较容易被我们细放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在这里主要的西方鸟种有第一个像是数量抓到最多大概就是白尾鸲，因为白尾鸲其实就很容易在林园然后又在低的地方活动。那另外像黄胸守眉，也就是以前我们称的守鸟。有些高海拔的鸟类出现在中海拔时，大部分是因为季节的关系以及觅食不易，它们开始往下飞才会被捕抓到。那另外像中面鹰啊，然后白耳画眉，文艺画眉，黄胸青翁，另外中高海拔偶尔也会有一些山红头跟绣眼画眉，其他就零零星星，有时候也会抓到一些蛮多种其他的鸟种。那但我们最主要的我们放到的一个所谓监测的目标鸟种，大概就是以守鸟，然后白尾鸲、中面鹰、黄胸青翁。跟白眼画眉、怪眼画眉等等这些为主。捕捉到任何一种鸟类，对寄放志工人员都是很好累积养分的学习经验。钟敏，那个幻影部分要重新调一下，因为你看它第十根还在长，这里还有羽翘，所以要换成 S。它后面最后三根羽翘都还没脱完呢，后面三根改一下，变成是模式是5的7次方。然后4的3次方，
哦，一般来讲我们赏鸟的话大概就是鸟书嘛，那对照图鉴。可是以这个来讲的话，国外是有，好，国外是有那种西方的书，但是在国内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书。哎，那个林署长这边的话，其实他也有打算说把多年来的西方资料慢慢去整理，那让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进入这种状况。Maps Taiwan 从2009年到2018年12月31日的统计，寄放站共33处，培训寄放志工已到第八班，培训人员有114人。寄放的鸟类统计有119种，11993只。志工出勤每人时数已经累积到了28539小时。每一次的出勤跟每一个寄放站的记录，都是为了台湾的留鸟能留下更多的数据记录，也更清楚环境指标的鸟类，它们的生存空间有哪些外在因素的冲击。欢迎回到美丽新台湾。从鸟类的羽毛可以判断出什么呢？林瑞新博士在2019中海拔最后一次寄放调查中有了意外的收获，为2019年的寄放调查工作画下完美的句点。这是一只很漂亮的白尾鸲的公鸟。白尾鸲它的一个性别很容易判断，就从羽毛的颜色就可以判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只鸟，整只公鸟是蓝色的，这个蓝色就是公鸟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性别的部分，白尾鸲它判断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只要看这种全身是蓝的，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公鸟。那年龄的部分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那这一只我们刚刚检视它的羽毛特征之后，我们判定它至少是应该要是去年出生的鸟，因为去年出生鸟它到的公鸟的话，到这个时间点它就可以换成羽毛这个样子。白尾鸲是台湾特有亚种鸟，生活在中高海拔山区森林。公鸟全身是亮眼的宝蓝色，而母鸟则是朴素的港褐色。公鸟和母鸟的羽外基部都是显眼的白色。这只白尾鸲，你会看到它全身蓝色，特别是它的这个肩羽的部分，会有一种闪亮的蓝。因为它主要都在森林底下比较暗的地方活动，所以有时候它会跳到刚好有稍微亮一点点，或是有阳光照到的地方，那肩膀这个地方会显得特别的亮丽跟漂亮的一些地方。这是公鸟，因为它年纪已经算大，你会看到它的尾羽其实也带同样有蓝色的这个光芒，然后它的白色就非常的明显，非常的长，这是它的很重要的特征。对，这只是回收鸟。对，所以我们刚刚从之前细放的资料知道说，这只年纪至少都3岁以上了。所以各种回收记录都可以很清楚的记载鸟类的出生年份跟寿命长短，有一定的数据就可以更清楚的判断出它们跟栖地环境之间的关系。那小鸟一般活超过10年还蛮正常，蛮正常的。因为但是平均寿命也许就很短，也许是3-4年。但是因为它可能会被吃掉或是干嘛的，对，对啊，所以但是潜力来讲，它可能可以活到7-8年、10年，甚至有些小型鸟活到超过20年都有可能。而鸟类到底可以活多久？事实上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数据答案可以说明。所以每年的寄放工作的累积数据，相对是非常重要的历程。我们今天运气还不错了，在最后一次巡网的时候，临去秋坡，这大概抓了15只，那加上之前抓了，总共抓了25只。那我们有抓几种？我算一下，我们有白尾鸲，山红头，有首鸟，还有红尾翁、秀眼画眉、黄胸青翁，大概有6-7种左右。那以这个时间点来讲，抓到这样的种类跟数量，算是收获还不错。对，最后一次在同一张网上，同时捕抓到14只整群的山红头，而且发现它们都是低飞行才中网。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情形，你会看到有些鸟是这个方向走，有些鸟是这个方向走。那其实原因就是刚我们细放完之后，我们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很多的山红头的小鸟，那通常如果是小鸟中的话，青鸟就会在很紧张，所以它就会在两边来回飞，所以它就会通常它们之后也会跟着一起中，所以你就会看到有2种中网的方向，要不然鸟群一般就是同一个方向这样飞过去。对，山红头是很少一次抓到那么多的吗？看地点啊，但在我们这里是第一次一次抓到这么多鸟。对，过往当然也经常抓到，但是就是比较零星的。哦，所以单一次一张网，或是单一次巡网中这么多山红头是这边的第一次。山红头鸟是小型的画眉鸟，
是属于台湾特有亚种，整体是港褐色的颜色，头顶是红褐色，它适应于台湾不同海拔高度的鸟种。里面那个黑色，因为它比较有利于它那个保温，体重输给没有。最后一次中海拔的巡网过程中，开始做收网的动作，却发现在隐秘林间架设的网捕抓到一只黄胸青翁。黄胸青翁，刚刚来回收哈，十一号吧，头骨六，头骨六，只是它颜色为什么是这样？要再换毛？但是它代表着这前面都是新的，这两个是旧的。嗯，傻瓜拍一下。黄胸青翁栖息在1000公尺到2500公尺的山区，体长约10公分。雌雄不同色，头背、腹羽及腰是灰蓝色，头有明显白色霉斑。黄胸青翁算是我们这里还算蛮容易抓到的。那我们刚刚花了点时间研究它，是最主要因为它的外形特征，有些地方让我有点疑惑。对，所以我们再特别花点时间记录起来。最后一个的巡网拆网的过程中，又意外发现最后一张网一次中了3只红尾翁。因为一般来讲，像翁科的，像我们刚刚有抓两种翁，一个是红尾翁，还有一个是那个黄胸青翁。那翁科这类的鸟，它们其实通常就蛮容易很快就变得虚弱，所以一般我们在处理这种鸟的时候，我们都尽量让它速度快一点，然后不要让它停留太久，以免它有什么样的就是虚弱或受伤的一些情形。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不只是认识鸟种，还要了解每一种鸟的习性，才有办法在调查记录当中机制性的处理。捕获到任何鸟其实对我们都还蛮不错的，但是一般来讲，因为我们主要的细放监测目的是这种所谓的燕雀目、雀形目这种小鸟为主，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比较担心去抓到一些猛禽类的。那因为通常这暗示着这些猛禽可能会攻击网子上面这些雀形目的小鸟，那对这些小鸟而言会造成一些伤亡一些情形，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有时候会比较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情形。有一次我们已经要收网了，最后一次去巡网，那一样我是收最里面那里，那就一号网，就最里面那一只那张，然后走到那边前面都没有鸟，很高兴啊，没有鸟应该可以很快的就结束了。那走到最后一张网了，看怎么有一只鸟在上，走近一看，哇，完蛋了，没有结过的鸟，休留，猫头鹰，就是台湾最小的猫头鹰。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啊，本来在想说要不要求救。每一次的寄放调查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这也是每一位寄放志工热衷于寄放调查的工作，不只是可以在过程中得到很多专业的知识，也从中学习机制处理每次遇到的紧急状况。